防弹上面的话，它主要会有一个就是 LED 的一个发光柱的部分，它会随着呢就是电阻地板接收到能量的时候呢，然后做一个闪烁的部分，然后也会跟着呢就是能量增加，然后变化它的光柱的颜色还有刻度。在中间的话，会有一个360度的一个环状屏幕，然后屏幕的话它是支援一个多点触控的面板，然后我们设计的话是会一个倾斜40度角的一个设计，让使用者呢可以交电源去触控。然后在下方呢会有一个就是快速无线的充电的一个座板，它可以透过呢无线感应充电的方式呢，然后快速的为其他的装置做充电。所以使用者呢，只要将手机呢放置于这个板子上，不需要透过电源线就可以做这个充电部分。所以我们这个装置主要是希望能够借由转程时乘客的走动所产生的这个程式行动力，然后将它转换为预设的能源，并将这些能源收集，然后提供给更需要的做一个就是紧急充电，或者是一个查询导览的一个使用。主要呢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友善的空间，然后拉近人与人的距离，然后进而可以产生一些互动。就实际发挥到一个零碳生活，还有一个永续性的提升。然后在界面的部分呢，它会是一个圆环的一个形式的资源 multi-touch 的一个多点触控的一个屏幕，然后上方会有一个360度的一个跑马灯的显示，所以随时去更新目前就是收集到的电源部分，然后让就是用户就是知道的部分。然后并提供一个就是无线充电的一个软体，然后下方呢我们将会结合就是 VOTA 的一个趣味台北地图系统，主要呢就是能够便利民众呢能够及时的查询就是关于食衣住行娱乐的各项生活资讯，并且呢会结合一个悠游卡开发的一个减碳的贡献计算程序，然后让使用者知道说他在这段期间就是搭乘这些交通工具的共减了多少的碳，然后鼓励民众来搭乘交通工具，然后减缓地球的环境跟气候变化。然后在未来的部分呢，是希望可以将这个设施用在更多的地方，然后提供更多人的使用，并且能够提高发电地板的一个发电效率，然后获得更多的能源，然后减少这个城市的一个能源的一个负担。然后再来的话，希望能够结合就是 iPhone 的购票系统，然后可以就是提供一个旅游的票券的售票服务，然后进而带动就是台北的观光部分。再来的话，就是增加一个用户的界面互动功能，然后拉近人员之间的距离。然后以上是我。